相当维克多吗？啊，相当维克多，相当维克多，相当维克多，维克多，相当维克多，相当维克多。这是最后一把了，现在最后一把，盲僧也用，维克多也用，维古斯也用。对，那机器人不用吗？对，机器人被办了呀。对啊，那三楼出个机器人，对吧？对，三楼出机器人，大家一起玩一下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赛季山鸡没玩过维克托，阿 K 没玩过瞎子，然后沙奈又没玩过维古斯，他整个生涯都没玩过维克托吧？应该山鸡吗？是的，职业生涯应该没玩过吧？他们应该是 Happy Game 吧？这个应该是开心游戏，也不能说开心吧，就是。可以多多尝试一下，反正下路是厄斐罗斯加锤那个泰坦嘛，下路就不变。这个尝试对季后赛没帮助啊，季后赛就不可能这样选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优势太……哎，又被勾了 ，PP 啊，勾野出勾，哦，有闪现，哦，好像要死了呀，一闪熏这个位置有闪 ，PP 啊的 ，PP 别怕呀 ，PP 啊，怕什么？怕吧？怕什么？还行啊，对。攻击被动打不了吧 ？PK 直播，哎 ，AVO 怎么又是红白刀 ？PP 啊，勾血就杀血，哇，我要死了！我操啊！嗯，好开好开，应该是不在。哎，这个位置还敢打吗？又被恐惧了牙膏，心没闪现，还要打？想打？好打！哦，牙膏这闪现叫的很好啊，一换一。他回家应该有暴风大剑啊！想杀山鸡啊！山鸡大招马上好，山鸡有闪，闪现想跑吗？他好像死了这个位置 ，W。能换吗？三九大，哇，清兵清兵，清兵去了。哦，你怎么死了？哎 ，AD 也要死了。哦呢 ，LQ 闪，哇，这他不用招闪吧？他从后面走过去不就死了吗？要么是走过去，要么就是哎，雅各这位小子，哇 ，K 没死。送他走，送他走。好，两个表情。几个刀啊！操、哦！故意的啊！我先让你走，两刀让给 ADC， 让给 ADC。哦，前职业？不，不能说前职业，兄弟。雅各拖了，哎，打不动人呐、啊！我说的是维克多打不动人，我知道，啊、我是维克多肯定打不动人 啊，维克多完全打不动人的这装备，是吧？这个饭盒怎么打得动 啊？饭盒 CD 鞋，女神泪。哎呦，维克多这出装好脆，没又脆没伤害，闪开这个熏倒了，阿 K 要死了吧？阿 K 也死了，两边大家都死了。为什么会死、啊？不是我说维克多打不动萨拉斯，你们在说啥？雅各这勇穿定了，怪不得一拳塞拉斯、啊。兵哥电皮卡丘，好电。厄斐罗斯这个进化又还可以，哇！死，哦，翻了，别叫翻了呀！翻了！他多 BP 要大招直接哦 ，able 就没了。哎，阿 K 这个位置被开了，小龙是谁的？小龙是阿 K 的小龙，阿 K 的成绩一波还可以，好像。温死了，小奶又要倒了。这个厄斐罗斯飞轮，但是不好打输，不好打输说这个位置。哇，这轮子，金克斯这哇，这个大道可以再打半条血。嗯。兵哥有闪有大，兵哥闪电吗？哦，狙击枪 ，able 定到兵哥，兵哥有闪有大，兵哥好像死了呀，兵哥，我操，兵哥没死 ，L 哥还在输出，几个，哇 ，OMG 这么团都打赢了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龙掉了，所以不想让他们走，很急，对 ，OMG 吗？真可以等，就等赢面，就这条龙就给了，就给了无所谓的，其实，山鸡应该要刷那个大天使吧，还有。哎，勾大了，勾大兵哥啊！三级还没刷出来，兄弟。兵哥好像死了，我操！阿 K 啊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哦，不用。因为刚刚没闪。哦，不用等了呀。啊，对。大天使怎么都也不用，勾就行了。就打勾就完事了。就你太太，你勾我们就赢。而且他们过得还挺好的，勾加那个大招放的都挺好。绿子的。我主要是我事先，哎，这个家打起来了，好像打架吧，不能打到底啊，我已经不能打到底，得打架吧，我 MG 不能打到底，雅高这个位置被山鸡打了，雅高这个位置很惨很惨，雅高，但是 PP 该白给了 ，PP 闪现没招出来，哎 ，PP 刚才怎么死了？不是勾就赢吗？啊，闪现，哦，雅高闪现留那个山鸡没留到，不是勾就赢吗？那可能，哦，他们这波是四个人，不是五个人，就是五个人站一起、啊，五个人站在一起才能赢。都对 ，BA 就想动大龙啊！哎，这大龙再给了 ，OMG， 这不能给啊！哎，我觉得不敢打他，知道吗？阿 K 的成绩，
他们肯定不敢打到底，就不管了吧，打到底吧，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，不管了，BLG 不可能打到底，你看走了呀，那打他干嘛呢？就试一下，哎，不，我才一波双招，咬高没闪现，咬高这个咬上死了，飞过去，闪大油，闪大油先把打一杀了，我操，这个下到二闪，爆炸，爆炸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爆炸，爆炸。提速一波了，这肯定一波了呀，左边三十秒，右边有欧菲流斯，有瞎子，有维古斯，还有维克多，推他巨快，进，对，这个打大龙是确实不应该打的，要么就你动了就打到底，真的打到底，你看绿白刀来了，你是玩过非洲是吗？还是对的，我老是吗？翔哥教我的，翔哥教你的，对，凌晨非洲是玩的就那样，别跟他学，跟他学习不一定是好事情。OMG 赢了 BLG 啊呀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恭喜恭喜！这样 BLG 第几啊，兄弟们？这样 BLG 第几，兄弟们？有人知道吗？第五、第六吧，应该。第六是 OMG， 第六 OMG。